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自然堂公益合伙人翟肖文。9月27日来京东参加自然堂大牌闪购日，助力种草喜马拉雅公益，一瓶160毫升自然堂冰激水，自然堂将向喜马拉雅环保公益基金捐赠5元，用于种植100万瓶绿麦草，让我们一起守护喜马拉雅生态环境。